启动。第三届两岸青少年短片大赛正式开跑，除了两岸电影圈资深导演、剪接师等优秀人才参与之外，仔细瞧，这位西装笔挺、梳着油头的帅气大叔，就是好久不见的演员马景涛。著名演员马景涛。马景涛这回获聘成为活动评审之一，他以自身经验呼吁台湾青年要抓住大陆发展机遇，才有机会摆脱台湾低薪困境。我经常告诉我的这些青年朋友们，小马哥是陪着你们一起长大的，我把我的青春都奉献给你们，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精神继续的传承下去，用你们的短片来证明你们的实力。青青河边草，有有天不马景涛可是琼瑶剧当红小生，现在成为两岸文化交流推手。对于近来韩国瑜要找琼瑶担任爱情产业链顾问，马景涛有没有机会参与其中？他本人快闪不回应，要记者们去问琼瑶阿姨。而这回的短片大赛征件到四月为止，广邀两岸青年用镜头说故事，最终将选出60部入围作品到上海参加交流营，甚至有机会到上海电影节上展出作品。记者陈旭、张慧琳，上海报道。